你是来看我和氏咽气的吗？娘，刚才是梁先生冒着危险救的年娘。他救我进婚安好心，你是怕我死了，官家和大臣们不会放过你吧？若非如此，你那么恨我。 恨不得一把火把我烧得骨头都不剩，好让你和公主乐得长相厮守，风流快活。我不恨夫人，我也不恨任何人。我当时为何会进去，我自己也说不好。不过我想。 不管当时是谁在屋里不出来，我都会进去的。不管那人是不是国舅夫人，这全天下的好人，都让你梁先生一个人做了。你宅心仁厚，有菩萨心肠，倒是我阴狠歹毒。 对你非但不知成全，反倒是步步紧逼，做足了恶人，你竟会不恨我？我确实是罪不容恕。如果我有幸有一儿半女，又遇到如今这样的状况，我自己也会痛恨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侍臣。夫人有恨我的原因。 但我却没有恨夫人的资格。你说好端端的，谁愿意板起面孔，一起心肠做恶人呢？你，孩子老实巴交的，逆来顺受，吃了亏也从不声张啊。 他是打碎了牙齿和血吞。你说我这当娘的，我看着能不着急吗？啊！我知道他不会哄人，公主不喜欢他。好，我们认了。我们大不了把公主啊，当仙女一样的，我们捧着供着不就是了吗？ 可是，公主既然嫁到了我家，这说起来，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她是我家的媳妇儿。你倒是可以终日里躲在宅中不出门，可我儿子驸马，他得经常出去见人呢。他从来不与人争什么。 规规矩矩的做人，做了半辈子的好人。可是为什么如今要受这等的折辱，遭这样的罪呢？梁先生，我知道你不是坏心眼的人，你模样好。 又懂事，知书达理的，你能不能跟公主好好说？你们日后疏远一些，别再生事了，就让我们这一家子人安安分分的过下去吧。你就答应我吧，你就答应我，你就别再招惹公主了，否则我的儿子怎么活呀？娘。 我求求你了，梁先生。先生，先生还是留在宅中吧。公主醒来后，若不见先生，又会难过。司马光，劝朕选宗室子入宫的人不少。 但是只有你。
直白对朕说，因为这一年几次发病，以致朝臣人心惶惶，深恐那日突然有不测，没有钦定的继承人，天下大乱。你此言可谓是对朕不敬，却是一片忠心。 司马司剑来议论严税事，我这边严税事不值得特地找韩相公来说。那今日与韩相公说的，是宗庙社稷大事。官家决定。 让宗室入宫了。嗯，官家今日虽点头，但是并不甚坚决，是望中书议论，意味下手诏。如此议论，恐怕又会无限搁置下去。岁光虽坚持，请官家亲自下诏给中书明示此事，却依然来告知韩相公。 司马司剑可知，今日凌晨，公主宅失火一事，光义早入崇政殿议事，倒是不知此事。选宗室入宫一事，宜早下预兆，否则，莫说官家可能摇摆。 君臣也会有各种猜测，而宗室则会心中忐忑，更生疑虑啊。求官家让梁先生留在公主宅中，臣和府上下绝不向外泄露一字。 臣还有一请求，你说，求官家娘娘与贤妃许臣纳佳庆子为妾。 是故意放火的。我半夜醒来，
蜡烛灭了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起床，只觉得四面都是墙壁，怎么也找不到门。我怕被关在那里，就从帐中取出熏炉，拨开找香柄做火种去点蜡烛。可是蜡烛怎么点也点不亮。 我就去吹香饼，却把火星吹到沙漠上烧起来了。不知怎的，那火越燃越大，我竟觉得很高兴。是不是把那些墙都烧掉了？ 我就可以看见你了。公主千金之躯，一字珍重，以后切勿轻易触碰火种了。我只是想见你，温柔在哪儿？温柔，温柔。 杜伟请求管家允许你暂时留在公主宅陪伴公主，管家答应了。杜伟还求管家许他拿家庆子为妾。师父，怎么不进去伺候？管家说要静静享事，不让人在旁边。 管家，宗师如何？挺好，但是不如管家。<笑>好，不说如此大事，臣一介内臣不敢智慧了。 宗师很好，如今群臣猜测，他多半是皇储人选，却没有名分，难免惶惶不安。不坦然也是常情。朕便算真有亲子，也未必就能教得如他这般好。罢了，罢了。 待得没有了朕，他的疑虑自然就去了。姬堂故事，则宗室子始知宗正嗣。明日下诏，宗室知宗正嗣。是。这样，群臣心中也就都明了了。 嘉庆子，你从小跟着我，虽名为主仆，但你在我心中便与姐妹无异。你放心，我不能为了自己牺牲了你，我会去与爹爹说，不能拜你给驸马做妾。不，我愿意给驸马做妾。你这样为我。 我越发不能让你替我受苦。对公主来说，驸马的爱护是受苦，但。
但是对奴来说，能日日陪着驸马，哪怕一辈子得不到他的真心，也是想。 管家，夜里风凉，公主战事火，果然引得朝臣关注。司马光知道怀吉回来了，他上书让朕不改前命，贬逐怀吉。那管家。 不能这样做，言官们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走一步是一步，我能护他一天是一天吧。 一份奏疏不理，便十分。一人进谏不离，便十人。我倒看看官家是不是要为了这个没教好的女儿，便要抛却礼仪，不管人言，将皇室体面彻底不顾了。 现在儿女双全了，罪行来呀，得好好教导。谁叫他是我儿子呢？不过惠柔是女孩家，我可以尽情的宠。 她会是国朝最幸福的女子。快点！
去年，株洲多离水旱，鳏寡孤独，流离道路。司马学士上书，希望朕减少游幸，把上元关灯，以闵序下民，安养神圣。朕却决定，不罢灯会。正是因为去年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，所以朕才想借此佳节。 与励精苦难的万民同乐，而并不是为了满足朕一人的游官之心。灯会是这一年东京最欢快热闹的日子，百姓劳作了一年，在这一日合家欢聚，共赏灯会。在璀璨的灯火中期盼来年，若是罢了，太让人没心情了。官家圣明。 陛下，宣德门乃国家之相位，今上有天子之尊，下有万民之众，后妃是旁命夫纵官，而是妇人裸戏于前，待妃所以龙礼法，誓死方言。卿每年都这样说，朕都会背了。只是，上元节女子相扑是传统百戏之一。 东京臣民观此表演已成风俗，每次比武，观者如堵，相扑是装束，百姓也习以为常，并不觉得有何不妥。今又为何强令罢去呢？子曰：“非礼勿视。”与子袒露肌肤乃寡廉鲜耻之举，而观者执事有违圣人名誉，实属无礼。大宋受命于天，太祖太宗常告诫臣下：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。 无礼则坏法度，拜风俗久之，天下荡然。臣民莫知礼仪为何物，势必天下大乱，世作不永，败亡相属，生民涂炭。今若不禁这女子裸戏，国中淫靡之风日盛，将招致恶果。陛下，不可不防啊！亲的意思朕已明白，请亲。 先回列，继续欣赏百戏。此事我们来日再议。陛下，此事已经拖了两年，岂可再次言而不决？陛下决策，当以事理为先，不为非礼，宣布善化，消除恶俗，如此才能长治久安，使天下臣服，万民归心。 臣斗胆，恳请陛下即刻下旨，颁布法令，严加禁约。
使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。臣斗胆，恳请陛下即刻下旨，颁布法令，严加禁约，使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。 司马学士劝谏之时，常提祖宗家法，想必是对太祖太宗皇帝的教诲都是很信服的了。当然，太祖太宗睿智神武，恭亲万机，人主英明，群臣慑服。既如此，对妇人相扑一事，太宗皇帝已有明训，司马学士又为何不理？ 太宗皇帝何曾论及女子相扑？当年，太宗皇帝上元关东，冯拯亦曾说：“女子露乳有伤风化，请他对女子相扑一事下禁令。”太宗皇帝便问他：“适才那两位女子相扑事中，最后是谁获胜？”冯拯答不上来，太宗皇帝便笑了。 今日，我看了一场精彩的相扑比赛，而卿看到的只是裸戏女子露出的双乳。现在我也想请问司马学士，刚才那两位相扑侍中，最后获胜的是哪位？太宗皇帝又对冯拯说：“所见即所思，人性无染，本身圆成。只要保持清净心性，那些虚幻皮相又岂会引起淫邪之念？卿忧心至此，是把天下万民全看成淫邪小人了。”司马学士力求禁绝妇人相扑。 莫不是对大宋臣民全没信心，亦或是质疑圣上对子民的教化成？爹爹，今日女儿驳斥司马光的，难道没有道理吗？
我有道理，爹爹都没想到你能说出那一番话。想来这些年，还是读了些书的。那爹爹为何如此纵着司马光？这不是让他越发蛮横吗？爹爹纵着的是司马光吗？ 爹爹是不想让他更恨惠柔。爹爹是知道，太宗实录中并未提到相扑，那是我杜撰的。但是，之前苏轼杜撰典故来答题，爹爹还夸他不拘一格呢。惠柔，世事无绝对。 任何人做事，总要顺势而为。好了，今日也够累了，你回去你姐姐阁中休息吧。这次便在宫中多住几日，将养好身体再回去。爹爹。 这司马光是不会放过我和怀吉的，对不对？爹爹，我承担做帝女的责任，继续这场父皇制定的婚姻，回去公主宅。李薇有嘉庆子，那么好的姑娘爱他，他有一日也会爱上她的，会有自己的儿女。 而我，这一生不会再有男女之情，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，我只有怀吉了。臣犯大错。 从未敢想过能再回到公主身边侍奉公主。尽管贾静再度托付重任，臣，你之前虽犯过错，但你一直保有一颗纯良的心。在如今这般状况下，还会冒着危险从着火的危楼上救下杨夫人。所以我愿意相信你，相信你以后守护公主的同时。 也会尊重驸马，会努力将伤害减至最小。你会不负我的嘱托的，是吗？臣领旨。那么今日，你便陪辉柔回公主宅吧。 臣司马光有要事面君，恳请皇帝陛下赐对。官家，同知谏院司马光在外请求赐对。去跟他说，早朝已散，谏官非事不得入对，有事等明日殿上再议。臣已说过，但他不肯离去，坚持说此事不能拖。 一定要今日面君进言。他将议何事？他说，是官家让梁先生回燕国公主宅的事。臣司马光有要事面君，恳请皇帝陛下赐对。让张茂泽过来。是。 你先下去吧，陪公主回公主宅，行事小心些。臣司马光有要事面君，恳请皇帝陛下赐对。
管家，去中书省对韩琦说，自朕下诏命宗室之宗正寺，他始终推辞，要为蒲安义王允让守下。滔滔也多次进宫求皇后，让他们夫妇出京任职。朕看着他长大，滔滔更是皇后养女，是有情分的，不忍为了朝廷，为了天下，这么勉强他们。臣司马光有要事面君，恳请皇帝陛下赐对。是。告诉司马光，朕在尔音阁见他。是。此事怎能再反复？宗室正是担心官家立嗣决心未取人言，才做如此姿态。官家若此时再犹豫，官家现在在福宁殿，韩某求官家赐对。官家在尔音阁接见同知谏院司马光。司马光？他为何事求见官家？为燕国公主家务事。臣先曾上言，说前勾当燕国公主宅内臣梁怀吉，故恶之大，岂不招还？但未蒙陛下允纳，不想今日，臣等竟然听说陛下让梁怀吉重回公主宅。消息传出，外溢喧哗，无不骇意。你们道司长了顺风耳，消息十分灵通。关心陛下家国之事，臣等本分。臣等不敢懈怠。哦，那真是辛苦秦郎。臣听说，太宗皇帝时，燕王有过失，姚坦必进谏言。后来那些侍从教唆燕王，谎称有疾，逾越不朝见君父。燕王乳母对太宗说，大王本没病，只是姚坦管束太严，大王举动不得自由，所以郁郁成疾。太宗听后大怒，说朕选端氏为燕王僚属，是欲教他为善。如今他竟诈机遇朕，主起正人议事，以求自辩，岂能纵容？燕王年少，想不出这种诡计，一定是你们教他的。于是太宗命人把燕王乳母拖到后院打了数十仗，又招来姚坦，好言未免。太宗如此做，难道是不爱子吗？正是因为爱重其子，才要严厉待他。若纵其所欲，不忍谴责，那是害了他。如今燕国公主受内臣离间，与驸马不协，陛下已效法太宗，训导公主严惩罪臣，方能使公主悔过，安协其家。或许陛下觉得，公主地位虽然尊贵，却不过是一介女流，纵有过失，亦不会影响社稷江山。以齐王之事作比，未免失当。臣以为，公主是陛下长女，一举一动都为天下人瞩目。他们的行为，将来是要写进国史，为后人观瞻的。譬如陛下的姑母，齐国羡慕大长公主，人笑谦恭，奉驸马李氏宗亲也背尽妇道，爱出其夫，无妒忌之行，
至今天下人若提起有妇德者，莫不以羡慕公主为首。臣妾以为，陛下教导公主以太宗皇帝为法，公主是夫以礼，以羡慕公主为法。朕不想让朕的任何一个女儿过姑母那样的。 斥逐梁怀吉，让他复归从前扁窜之处。若公主左右之人，欲使陛下召回梁怀吉，那便是想教导公主为不善，应悉数之罪全放逐出去；而别则，柔和谨慎者，以补其缺口。亲又有何要事？臣为宗室。 辞知宗正寺一事求见官家。臣以为，此时万万不可从其所请。官家，诏命岂能出尔反尔？臣以为，宗室请辞，正是但由圣上心中并不情愿，纵使仁厚至孝，不愿陛下。 因群臣所迫而择宗世子，朕倒不知，亲是宗室之妻。陛下若疑臣与宗室有私，自可请有司勘察。臣句句发自肺腑，便算即可伏诛，亦要禁言。 这么多年了，朕因觐见诸过谁，斩过谁，何必言必及一个死字？宗室既如此，又何必逼他？此事非官家私事，不能以私情论之。择宗世子一事，官家即以下诏令，使宗室知宗正寺，让臣民。 明晰陛下之愿，如此关乎社稷大事，岂可中途废之？既然如此，卿便也想想办法，怎么说服宗室。官家，娘娘到了。 你家又送什么好东西来了？不是我娘家送来的，是涛涛，有给几个公主的小玩意儿，还有就是，宗室给官家写的，万言长信。
不是不想要，他是怕朕并不想给。他觉得我在试探他，便不敢表现出半分想要来。但是，官家确实是想给他，但我现在不想让群臣安心。 人非圣贤，朕做不到不存私情。对惠柔纵容，算得上纵情见私。而君子们如此破朕，难道就全出自公义？哼！他们想把我装在 他们定义的圣君壳子里，还要把朕的女儿放入圣女的壳子里。宗室于他们而言，自也不会是个有血有肉的人。他们不许我们有丝毫私情爱憎，这就是对天下好了？这究竟是为百姓好，还是为满足他们自己的偏执呢？ 我看，让他们急一急，吵一吵，索性将徽柔的事与宗室的事一起议论，把朕当成阴司废宫的昏君吧。大臣们确实希望皇室宗亲都像庙里的菩萨，没有情，更没有欲，只供百姓膜拜学习。 不能有私心。方才我在看晏先生的解厄学，先生说：“纵情减私不容也。”是，我纵容惠柔。群臣担忧我阴司废宫会更不容他，但是我做不到不纵容他，不可能不呵护他。 这私心我丢不掉。天下之大，哪里有真正无私之人？若说为万民做楷模，不该是装作无私，而是如何处置好这份私心吧。公主，从今而后，若非诏命，臣绝不会离开公主宅。 但是，臣也不会再走进公主寝阁。请公主允许臣，在远一点的地方陪伴公主，保护公主。臣离公主远一些，或许可以陪公主久一些。臣深恨自己从前不够清醒，不够克制，走得太近，害公主至此。 宗室还是不肯受命至宗正寺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宗室几进几出之间，心中顶多一句啊。不如你我二人，就再向陛下请命。诸般利害，官家心中怎会不分明？ 他亦属宗室，却又不肯下诏立皇子。官家怕是也有他的忧惧在啊。忧惧啊！就算是立了太子，群臣自然也是忠于官家。太子若不孝，自有群臣谈何觐见，何来忧惧啊？若是官家尚有私心私情， 是为群臣所不能容，反复进谏逼迫于他的呢？
鲜衣怒马，四方城里十里灼灼桃花，春风如梦拂开记忆的纱，宫城巍峨朱门旗，过尽繁华，痛饮一场素梨花，四方城外千里江山如画，半生疏离是知己，与你相守朱门里，春花秋实冬来秋去，与你相伴孤城壁，来生不做笼中鸟，翻飞绿柳啼红花，放歌许宗江，执子之手同双飞燕，衔泥呼出羽翼下，风过眼，声声起，梦醒金瓶绣罗满，来生可做双。